大学的时候，大概都会问到数字或者变成绩效。其实就我来看，因为高中毕业马上就去大学，他大学很多就要离乡背井，这个离开自己的故乡。那所以这三年其实是你人生最精彩的时候，因为这三年里面你会跟你很多人同学，也许这个同学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念大学之后确实就是大家已经做各奔东西，所以
青春的时光啊，不要留白啊，所以不止念书之外，其实啊怎么会玩啊，其实也很重要啊，尤其很多人生的意外，斜杠的人生啊，都会让你有更多不同的发展的机会。那现在的整个不管是社会的改变啊，或者是整个国家的这个越来越这个跟国际社会的一个接轨更多，所以常常都会有很多跨领域的学习啊。那换句话说，也许你像你是学医的，以后学医啊，或者是以后是学理工啊，但是有所谓的第二专长啊，或者其他不同的兴趣，也许是以后啊，这个你在各行各业里面。也许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人生的剧本当然不见得都会按照你原来的规划啊，或者你原来的想象这样往前走啊。但是我会比较鼓励各位同学能够在自己念书的过程里面啊也能够多培养自己的兴趣。那当然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参与。因为学生不只是学校的主体，他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从香港反送中的经验来看，其实很多的改革社会促成社会的进步进步价值的实践，其实在台湾社会，其实或者是在很多国家里面，其实都是从高中生开始所以我刚刚讲到反送中，或者是我们的婚姻平权在这个过程这个运动的参与里面，其实都我们的高中生也不要觉得说我自己是高中生其实改变趁现在从高中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社会的参与有更多的进步价值的实践，这个我觉得都是对我们高中生所有的同学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当然讲这个都太严肃了反正别跟我三单了你哪边剩时间了全部都这样所以呢大家拍摄了来看看给剩过了跟社会多接触不仅培养自己的实力那也能够更开心的学习以前念高中的时候老师在讲这些都听不太懂这个高中就是念书为什么这个市长来了叫大家鼓励大家的念书之外还要努力的玩因为你要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社会的经验或者是社会改革的参与，各种社团活动的一个参与那我想一定会让你的人生更美丽你的学习更精彩所以也是鼓励大家这样可以帮忙好这些就怎么定了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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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学生的自治事项，或者是譬如说制服、午餐，可以行使公民投票的权利。两位候选人，或者是我们一位的候选人，赞不赞成？其实形式上都是赞成，但是就是像是我们在五届福音自主开放的那个时候，也有举办过一次公投。
但是如果针对每个事项的议题都要出公投的话，在实际的成本上面幅度也很高。所以像是现在的学生会在处理议题跟学生意见的时候，会常常使用问卷调查或者是学生意见调查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也能够反映出学生的意见。那另外，公投能够在学校的校务会议或者是在行政方面所有的效益是蛮值得讨论的一点，这是我对这个事件看法。那假如啦哈，有一个校规不合理的哈，你赞不赞成可以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请问那个候选人呢？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客观的去调查同学们之间的对于议题的意见，但是这顶多就是反映一个意见，对于之后的讨论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开很多的会议才可以决定一个最重要的提案，但是我相信这项数据是应该是要被大力的去重视的。谢谢。谢谢会长。谢谢市长。还有其他的提问，我们各会长会对我们的议员候选人提问候选人。我们的议员候选人在这里吗？对，台下第一排就是这边。我问你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具体的题目，你赞不赞成说，中午的午餐可以开放外食？我可以做一个回答。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在初中，没有必要再被讨论，因为我们已经开放了。那如果是对其他朋友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其实开放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厉害的。那在没有厉害的情况下面，如果学生会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谢谢议员。其他的参与者，好，欢迎。学校都是还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适当的中都已经，学生通过充分的讨论都已经有了，而且，学校也很支持我们学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好像适当中学生自己会自己解决自己的，我大概很难有在其他的问题来挑战我们适当的。好，谢谢市长对我们的学生们有什么疑问，然后是日程上的不同有什么，然后对问他们的就是不是这么正经层面上的，就是可能是正常的休闲的，对对对对，可能对我们的好奇之类的，因为市长是雄中毕业的，然后是附中。我以前都知道师大附中的学生比较活泼啦，因为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当时啊。师大附中是男女合校，对，附中就以前就合上学校啊，好，所以这个合上学校哦，其实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其实不太健康了、所以师大附中的学生看起来就每个都很活泼啊，而且在各领域的这个学习或者在社会领域。还有很多社会的参与，这个师大附中都是很多学校的，大家觉得哎，师大附中真的是一个学风自由开放的一个学校。那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了，因为今天是两位要选举哈，选举就要接受这个公民提问嘛，就要接受考验哈。对于学校的制度，赞不赞成？应该由学生来参与整个包括学校制服的一个或者是穿制服
因为像是副市长市长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完全服役是完全自主开放，但是我们现在算制服，就是表示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尊重，然后市长来到，所以制服在一个已经完全服役自主开放的环境里面，反而也许可以成为另一种定义，它不会是在一个市场里面，我们每个人的团体生活下面制服的定义，它也许可以是一种正式场合的定义，也就是一个我们表示尊重，所以我们说上制服。制服也成为了便服的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师大附中是，这个五天上学都可以穿便服。是我们完全服役制服。我们高中部的部分是通过服役制服。那这个一定有很多学校有系统的。我们可以就是大家觉得轻便的服装就是你选择的。我的意思是说，我问的问题是说怎么去实践啊？比如说这个过程是觉得应该用立法去保护吗？那还是就？因为你会碰到，也许其他的学校会碰到我们，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其他学校的同学？我有听闻到蛮有趣的故事，在五届的时候发生的历史，就是在那个时候校规还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学生是走在校规的灰色地带，就是穿了，但是没有实际上去被管制。那在一个五届的学生会长，他卸任之后，他觉得这样规定是不合理，所以他决定要带学生以体制外的方式，也就是在招会的时候站起来抢麦克风讲话。那然后经过这一次之后，有五届的学生会开了很多次的校务会议，也举办了刚刚所提到的公投，那直接就在校会议上面通过了这一条校规，在修订之后，就是明确规定服役制服，他是受到校规保护，没错，我觉得是必要的。这位同学好。关于服役制服的部分，其实我在这个学校这些期间以来吧，我发现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许多同学可能是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来到这所学校，但是我个人并不是哈，我是这已经是我最好的，我当初第一志愿就是来这边，然后所以我对这个学校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荣誉感的，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们会看到我在便服日的时候，就是可以穿便服的时候，穿着制服来学校。但是这是我个人选择，没有必要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服役制服我认为是一个应该要开启的一件事情。当然，就像刚刚一号候选人所说的，如果今天它有点灰色的话，这样子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透过不停的讨论，才把它完整的定义好，这样同学们穿着也会安心一点。好，谢谢。那我请教一个哈，这个校长在下面。他万一校长有一天，他就突然规定说，那每个人都要穿像我这种很难看的衣服，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便服都不能穿，那怎么办？学校都规定这样。那我们现在会长看到。哦，那现在会长要怎么解决？那现在会长可以听听看他的想法。市长比较就是说，如果校长突然说就是要强制规定都穿样子衣服的话，那你会怎么办？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一定会引起很多同学反弹嘛，因为到目前现在制度就是大部分可以属于自主，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衣服。那如果突然有这个禁令下来的话，那同学一定会很反弹。那我们当然就是学生会的角度的话，我们就先去了解情况，先了解上半天为什么突然直接这个指令，然后我们去收集学生意见，说，学生到底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会建立一个桥梁，达成学生跟学校之间的沟通。那可是我还是不要啊，我还是不听。校长不会来哦，校长不会上。假设来，校长会议。假如他校长还是不要到，校长还是不要，那可能就是还是该进行沟通的过程，还是要进行沟通的。那反正最后学生还是要表达自己的立场的权益。那我们就是最后还是回归到我们正式会议上，可能再做更充分的沟通啊，或是结合跟老师的合作等等的，然后我们是最后在会议上再去做提出这个事情。哦，那假如。校长还是不要，那怎么办？就是校长坚持不要，对不对？那我们要做出什么应变？那校长后来了，我们换校长现在整个系，然后换了吗？还是谢谢会长的议员好，其实我在我就比较有想法，其实在我之前在以前对，没有，这个还好，对吗？对，其实比较不可能的，对，就因为我们。其实上我们都是应该按照法规来执行。那如果今天校长这边就是希望我们穿制服的话，其实像刚刚前面几位都有提到说我们要进行沟通这件事情，
但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就是说服每一个人都听从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考虑一些比较激烈但是不至于造成迫害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利用静坐啦，或者是利用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联署书之类的东西来跟大家去讲说我们是很希望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在我们就是有这个良性的利益的情况下面，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校长他会更有诚意的行动。但如果就是校长是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诚意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只能就是用更多就是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诚意的方式，来间接的让校长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是吧？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一个学校的治理啊，这个校长、老师跟我们很多的家长也都很关心哈，那校长、老师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啊。但是呢，意见一定会，不见得是自己的意见会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大家意见会不一样。所以呢，应该是要有一个机制来解决大家不同的意见，这个就是校园的民主。那民主呢，它就必须在这个参与的过程里面，它必须有法规，或者是有一个机制来做解决。所以我也期许说，我们的学生会的会长跟我们的议会的能够产生之后，就应该就整个。不是只有制服一件事情，就整个校园民主的机制，大家要慢慢的也要开始要跟学校来做沟通，确立啊我们学生作为学校的一份子或者是校园的主体，他有哪些权利，他有哪些义务，他可以做什么样程度的一个参与，哪些事情是属于学生自己可以来做决定，哪些事情是属于校长老师跟我们的学生大家共同来做决定。当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这个机制怎么样去化解这些不同的意见，大家能够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否则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校长跟学生意见不同大家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不同的一个争议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机制来走的时候，那就会衍生更多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也期许说，我们师大附中作为一个校工最自由的一个学校，那学生对于社会的参与也可以说是最积极的一个学校，可以在校园民主里面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不是只有环保师大附中。我刚刚讲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没有发生在师大附中，而是在很多其他的高中里面还有这些问题。这个社会的进步价值，校园的民主的参与，我也要拜托师大附中的同学尤其是新任的会长选出来之后，也能够带领整个我们学校的高中生的所有的同学大家能够就我们校园或者是对我们社会进步改革的价值，能够继续来推动整个城市的进步，这个是我今天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问了大家一些问题，对大家比较抱歉了，也谢谢大家。好，谢谢。来请大家合照一下，合照。好，谢谢。那我请大家听候主教指示。让走道消失，填过来，靠往左边靠两步。中校河往你的右手边靠两步，让走道消失。高二，来。好，那我们今天要拍的是第一个动作是站，但是呢，我们是要有动态的站，所以呢，我们要比高雄熊站。那怎么比呢？右手画一个圈比站，左手画一个圈比站，然后呢，接下来这是高雄，然后熊站画圈圈，然后定格，这样会不会？来，我们来练一遍，我喊一二三，大家就高。熊站，这样会不会？来，跟我来练吗？来，旁边这边，这个位置，学生会，来，学生会的干部到前面来，麻烦这个各位长官到前面来，
大家听完刚刚市长还有候选人此次政见发表会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候选人的政见发表时间，每人将有10分钟可以代表发言。现在请一号候选人吴谦董事轩上台。各位老师指挥，一号候选人开始发表政见。市长、校长、老师、主任，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是一号学生会候选人，我是会长候选人吴谦。我是副会长候选人董事轩。从我进附中以来，附中自己有派学生自己就业伙伴的对象，但是在五届福利开放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各种生自己进入了完全崭新的下一个阶段。但在这个阶段的同时，我也看到了许多人对于学生自治的感陌生。所以在这次政见发表会里面，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政策，主要是以让学学资讯更普及化，以及让所有人都能够参加学生自治为主，让附中成为一个真正从学生自治的会学的校园。那以下代表我们的政见。好，为了我们第一项政见是学生会主导部分召会，这个部分我们会以学生视角为主要的资讯进行推广，然后我们会由学生会的成员上台发布自己的施政报告，以方便让大家去检视，达到最完善的施政透明化，并且我们还想要增加召会的内容，包括一些议题的宣传以及一些学程的资讯。后续我们会在与学务处进行沟通协调召会的次数。第二项建议是国中会资讯完整化。国中会作为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学生权益是必须要往国中部推广的。但是在6届的时候推行了国中部的福利开放，其实6届有非常非常多的心意，希望可以让国中幼稚园可以提升自治这一块。但是我们认为资讯还不完整，国中部的学生不敢给的是没有钱。对于学生自治都还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先把资讯推行完整。在这里指的资讯，主要是学生会的大小活动，以及现在学生权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哪些学校正在进行抗争，有哪些学生权益正在被压迫。我们希望把这些资讯也往国中部推行，了解是参与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在附中国中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要让他们参与，必须要先推行许多的资讯。主要进行方式会是以在了解到国中生可能于数位社群媒体参与度没有那么高，因此我们希望是以纸本的文件，再搭配学生会的人力宣传，来确实传达每一项资讯，让国中部的学生能真正参与到附中的学生事务。现在带来我们第三项政见，附中保龄。这个政见曾经在第四届提过，那第四届的事情内容主要是会与南山进行口头的条约，然后我们是有学生会的环保杯的同学去南山买饮料的时候，并不能免费的加料。但是在我们与南山方交涉后，南山方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那就是环保杯的杯口太小，不利于放置冰块还有加料。还有它的玻璃为材质的，在工作的时候一手滑容易破碎，会造成流血。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两个方面去进行改良。这项政见是改变活动举办方式，但是就如同刚刚学生会长所报告过，以及主持人在前面所提到的，附中的活动永远都在不断进化。但是在这里改变活动举办方式，我们仍然希望让大家看到附中的活动是没有极限的，我们有可能永远带出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活动。在这里主要分成两个部分来实行，第一个是在常规的娱乐化活动里面，像是校庆晚会、万圣节或是圣诞节，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例如我们曾经花了大概3个小时跟校外的一个跨社团合作平台组织谈论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他们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崭新有关于办活动的视角。第二个部分是关于举办更多的工作坊，学校或学生会常常举办非常非常多的讲座，但是在讲座上面，讲师跟学生的距离往往都非常非常的遥远，学生也没有办法真正获得自己可能最需要的资讯或是能力。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举办小型工作坊，让这些专业的人士、有能力的人，能够在工作坊里面跟学生更密切的讨论、交流、互动，针对议题或是学生所需要的领域能力来进行更深层的培训以及交流。第五项政见是开办学生审议式论坛。审议式论坛的定义需要被解释一下。在台湾目前所主要使用的民主政治方式叫做代议式民主，也就是我们投票选出能够代表民意的人作为民意代表来传达可能特别阶层的意见。但是在审议式民主里面，我们直接邀请各阶层各领域的人来针对同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审议式民主的最终目标是要获得共识，它唯一的缺点是非常非常的花时间及人力成本。因此我们希望先采取折中的方案，审议式论坛。我们这项论坛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让学生、学生会干部、老师甚至校长一起面对面坐下来，花一点时间讨论有关于学生自治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的未来议题。这就是附中所需要的。我们希望可以把目光放到更远的议题上面，像是中午开放外出用餐、学生公投和手机使用开放等等，这些议题都是非常值得被讨论的。我们也认为这样的论坛可以提供一个公开且理性的讨论空间。好，再来我们最后一项政见，开设多元水修课程。这里的多元水修课程请在高二高三的时候开设，每周为两堂课。这边的与高一的自主学习回课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学生会的做法将会是发放学生的问卷，然后去调查说学生到底想要学习什么样的课程，会有学生会与外部组织进行合作，他会邀请外部组织到校内开设具有学分的多元选修课程，会由校外组织提出课程企划，再由学生会派出的学生代表到课发会上进行发表，等到通过之后即可开设课程。以上大概就是我们的政见。如同学生会长或是大家常常听闻的，学生自治是一条走不完的路。不管是在附中这样非常开放的校园，或者是其他可能还没有像附中那么开放的校园，我们都应该永远去争取自己在学校里面的主体性，我们自己的权利都应该永远被争取。不管我们有没有当选，我们都用我们的方式来让附中成为一个人人更平等，不管是学生跟学校，或是学生会跟学生之间关系更密切、更好的校园。以上是我们的政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号鲁先跟董志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一号候选人，现在请二号候选人蔡宇安潘。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们是学生会正副会长二号候选人，这位是高一人班的蔡宇安，他是会长候选人。好。然后我是高一理班的潘思颖，我是副会长的候选人。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先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政见吧。来，各位同学，看过我的头一点嘴，我的边上现在放一群人，各位知不知道姜子牙？你好。也就是说，我们会邀请职业的电竞选手来我们学校进行讲座，讲座完呢，然后有电竞体验展。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主题设定为电竞呢？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走向多元化。那我们大家都说台湾出状元嘛，那我们电竞选手这个职业最近也是越来越加火热。那其实它的这个出格攀升，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对它有一些迷思、不了解的地方。那我们可以透过那些职业的真正的选手来我们学校。同学好好的去理解这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电竞比赛活动，让同学实际去体验，留下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忘记，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体验，还可以促进同学之间彼此的感情。好，再来第二条重点，各位高一。
的同学们，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吧？不知道。或是 YouTube 频道去拍摄相关的介绍影片。在第四个是促进意见交流，这个证件我们会分成三个方向去进行。第一个就是意见信箱，就是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对于学校或者是学生会举办的活动有不同的看法及意见，但是有时候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勇于能够站出来讲，所以我们的证件就是希望我们能帮助这些人勇于出来帮学校及学生会这边做沟通这样子。在第二个是交流的群组，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身为在同一个班级、同一个学校，但好像大家也不是很熟，因为可能专长啊、兴趣不太一样。然后呢，我们的政见就是希望创造一个群组，让假如说喜欢游戏啊、玩游戏的同学、喜欢绘画的同学，能聚在一起讨论、分享心得等等的。在第三个是我们另外还会设置投稿的平台，就是希望能让给有一些可能同学比较喜欢展现自己，然后希望热爱舞台的人，我们能希望带给他这个机会，能让他们展现自己，然后只要你勇于投稿给我们，我们就会给你展现的机会，让你能够就是让大家看见。在期末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专科的老师啊进行评分，然后给予奖励之类的。在我们的第五个是讲师许愿卡，大家都知道目前的可能讲座基本上是由学生会辅导，是学务处去主要去办理的，但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想要请来的讲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这一项证件讲师许愿卡就是针对只要是本校学生，不管国小、国中还是高中部，每一个人都只要可以写下那位讲师的名字，还有想要请来的原因。例如想要请这位乐团来及这位歌手来，我除了觉得他唱歌好听之外，我还觉得他可能从出道到现在奋斗的过程很辛苦，但是他很努力，我想要他来跟我分享他的奋斗过程。那只要你写下讲师许愿卡，在可行的时间及经费内，我们就会把他邀请来哦。再看看下一个，下一条证件，这个东西放满以后，这三个东西是魔术方法，就是造型首先讲到就是实用文具。那之所以会放这三个东西呢，就是要讲到我们下一条证件。第二条证件，二条证件感恩小礼物，这个是针对我们告诉大家故事。
小所特别设置的一条政见，我们二中那边有许多活动，但是我们想要新增一个新的活动，那这个活动的主题呢，都会围绕在感恩还有感谢上面。我们在二中那边会给同学们一个感谢身边的老师、同学还有爸爸妈妈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说还可以得到自己所喜欢的小礼物。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多多少少心里都会有一些难以说出来的感谢，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要借由这个活动来打造一个绝佳的机会，顺便来庆祝这个专属他们的节日，是不是？谢谢大家。好，最后一条证件，然后我们的二号证件发表人是的，第七条证件就是我们的跨校联合晚会。我们学生会其实曾经也有举办过跨校晚会，但据我所知，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了。那我们希望做到的活动，是不是应该把它重新带动起来？因此，我们计划如果有幸当选的话，会跟其他高中直接合举办晚会，希望可以给同学带来有趣、精彩的活动还有表演。我们会打造一个完美的、珍贵、真细心品味的一个回忆，相信在20年、30年之后，大家都还会想起这个有意思的晚会。好，那我们今天的证件发表就到这边结束。师长提问，学生提问，每位候选人由抽签决定回答哪一题，每人回答时间2分钟。当主持人念完题目并说请回答时，即开始计时，2分钟到即按铃两声。学生应该要有能力表达自己在学校里面的需求，因为毕竟学校是一个教育场所，我们应该在这里获得我们所想要的教育，然后可以按照我们尽量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进行这个团体生活，所以这些是比较事务性的层面。但是追根究底，就是应该要把主体性，也就是学生能够在学校里面的权利还给学生。那在我这边想要举出最近的学权议题，也许大家比较不知道，是在台北的东山高中。东山高中作为一间私立高中，他们有学生会，他直到在去年才创立的第一届学生会。他们第一届想要做的事情，仅仅只是希望学生上课的时候可以不用永远穿着衬衫、西装裤跟皮鞋。他们光是推动这件事情就推动了快要1年，最近终于可以穿着自己的鞋子了。这是我最近所领导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学学议题。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是要做好学校跟学生之间搞好的沟通桥梁，这是我对于学权的见解。那最近的学权议题，最近学权议题我关注的是东海大学的部分。那东海大学他们在招生的时候，东海大学里面的学生们在公布栏，校外的公布栏上面贴上说，同学，你知道你进来东海大学是要免钱的吧？
现在一号候选人时间结束。上任后有何措施或政见可提升同学的性别意识？请回答。好，对于多元性别这个议题，多元性别其实讲的是比较像是一个个人的事情，然后还有个人对于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定位，而不是单纯论的生物还有科学方面的性别哦。那么我个人认为，只要你如果做自己的过程不会直接去影响他人的自由权的话，我这边指的自由不是说你今天做自己的过程然后别人单纯看你不顺眼，那这个很明显是他的问题。如果你在做自己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去干扰到其他人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绝对都是可以被允许而且应该要被允许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认为我们附中在这一点做得很棒，常常可以在班上看到有不同性别特质的同学都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哇，这是一个 很棒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还想让这个事情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说话。那我这边可以拿我这国中的经验来举例子哈。我们国中就办过类似的活动，那么我就在那次活动里面穿了我们学校的女生制服。那有兴趣的话之后再找我。那我认为这种方式就是最好最直接的一个办法。直接的去体验，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才是最棒的、最直接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好，谢谢。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在分中进行这个福利课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生活在一个足够自由的环境里面，才会产生冷感。但是同时，也是因为这样，许多的议题缺少了切身性，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是，让所有的学生看见特定议题与他们自身生活的连接。例如说，在这样的压迫下，我们受到了影响，还有我们争取到这项权利之后，我们可以获得怎么样更好的生活，或是我们的权利可以怎么样被彰显。那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事情。谢谢一号候选人发言。秘书组，
秘书组，然后财务组，还有公关组，对，不好意思，谢谢。问的时间到这边，那谢谢两组候选人，也谢谢附中同学及师长参与，请每位同学在4月29号礼拜四，带着你的学生证到各自的投票区，投下你最神圣的一票。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将时间。再加油，我们就相信市长并觉得我们今天同学表现得很好。